早安，斯拉玛巴伊姆雷努瑞。今天呢，迪迦就要给你们写这张独立扇，是根德拉安捞的。来，我们对我们首先呢，请你们拿出两支不同颜色的颜色笔 ，OK， 我们来一起烧啊。然后呢，颜色笔呢，你们拿深色的，不要拿浅色的啊 ，OK， 浅色的看不清楚 ，OK。小朋友们，今天老师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，拜拜。